尽量把饵丢到对面草皮上，慢慢投进水里。嗯，阿娇的钓鱼小教室。你先清单压着，他这样你不觉得有他的惯性被拉了？让他去挤，让现实挤，不管怎样就让现实挤，只要打底的。哦，有感觉。现实挤，太快了，太挤。我是随便留多长都可以，先按着。下来你就帮他缓冲，这里你就可以用力。我是这只手拉回来再用力，然后这只饵在收的话，要点头，就是要去控制你收线的速度跟养杆的速度，或者是你慢慢收，偶尔跳一下，有点水花，小水花就好，不要弄这么大了，不然它突然变重了。它会吸水。大概抓诀窍，截线了。对，截线。你那个的诀窍很重要。我想到去垦丁是骑这种路，原本路更差。那我们刚才骑那条是新的，原本是往上那条。我们那时候骑沙滩车，干、哦，跟这个没得比好不好？这个崎岖。羊吗？干嘛猪要买羊？这傻笑，你就剩白，这钓的这么白，一般钓会假昏的。那可能是猪的，那就有可能是猪的。这有时候会外来烤肉，他们买一整个猪头来烤，他不能把它当做鸡蛋吗？不要回心思。看，刚好哎，我把它放在草丛那里下了。下边跟我走一下。好可怕！你看那个部落。部落，你其实也住。啊、你干嘛离他那么远？怕他掉下来。是那稍微偏偏的位置。但你要放屁。是啊。啊、哦，鱼球、哦，红色的哦。他的小鱼是红色。等一下，再等他一下。回来的话，你们强奸他。还有。哈哈哈！乖。
每个月都没有五千，是下跌啊？无用，干你！我说看一下红包，干你！来，干你！等一下，干你！去啊！